白给你记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我们会敲三下，大家慢慢，每敲一声往我这边拖一步。慢慢拖。然后第三步的时候，他那个斧头螺伸下去，斧头就会往下砍。听话。啊，螺伸，斧头砍下去以后，螺伸，敲一声。呼声一声，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喊口号哈，喊完以后再继续重复三步一追杀的行动哈，要清楚吗？来，请其他的人在我再到我前面来，其他人在前面，准备往前走哈，要不然就会有一队在那边等，来，其他在到前面，来来来，到队伍最前面。来，其他人全部站到队伍最前面。公平第一个，尊严第二个，生存第三个，哈。前面，前面，往那个中心小洞那边站。来，到前面，到好，等一下刀子斧头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口号是无能马政府藏在平地里哈，三出输送费还我棺材本。好，砍完以后我们会喊声口号。看过去没有？看过去吗？好，好。两队，我看过去没有？好，我喊完这个前面的口号以后，我会那个第一口号，我直接喊前面的代位球场国家队喊国家队。好，再开始。好，好，我们练习第一遍哈，拖短一点哈，不要拖太快，因为记者要照。每一步小小一步往我这边，往我这边拖行就好，小小一步哈，总共三步，三步以后完以后锣声会响，然后斧头会砍下来，砍完以后会喊口号，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，好，了解吧哈，啊，好，我们先来口号哈，代位球场，代位球场，国家边产，国家边产，政府失职，政府失职，撤回高速，撤回高速。好，我们开始苦行，一鼓声拖一步，一鼓声拖一步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，讨债拼经济，讨债拼经济，删除输送费，删除输送费，还我分台本，还我分台本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，讨债拼经济，讨债拼经济，删除输送费，删除输送费，还我棺材本，还我棺材本。好好听，回对一下。等一下你们工作人员不要站在这里啊，工作人员指挥好就好了，不要一直在中间，我不要让他们绕出来哈、啊、跟大家再讲一遍哈、啊、动作比较漂亮，来，这个拉棺材本的注意一下，鼓声敲一下，你们移动一步就停住，不要移动第二步，在鼓声敲第二声的时候你再移动第二步，好，这样才会整齐，好不好，跟鼓点哈、啊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！现在都不要动，我先喊出发的口号啊！代位球场，代位球场，国家边产，国家边产，这
失职，政府失职，撤回抗诉，撤回抗诉。好，开始过关主题。